像比林生老感情，知影我这油灯杀气灯的款，加多管打个真狠，落尾手三剑用这个剑吹影甲敲，敲甲老火老地油灯这才拆落，按了多杀气灯拆落，围攻到阵啊，差不多半点钟，死了油灯就不发。有等下不发家，就鼻梁声杀气，大发变了变旧，就摊像水牛更热，再卡杀开啦。安那抓大鸡，家己后壁变了隆冬的大主，不但了讲安尼，唔把大点子命已经经过三更啦。安那抓就鼻梁声无起来大声夺手，无起来开杀。无回家费用，别良心啊，真正死啦！啊，是这个油灯在确定哪后哩？油灯啊，确定啊，哪后的所在无路，巴肚就无消化。油灯啊，无消化，自然杀气灯的作用都无法度下个哈容易。阿弥陀，也哪里有别良心啊？死我去！杀气灯啊，确定哪后哩？大吉甲时间的我。一步就一死，一个神仙的乱手，对这个哪位所在准到乱路啊！一声油灯都惊到这个围灯来，马上现笑话。油灯啊现笑话，这马上就鼻梁声就起来杀气大发啦！哈哈哈！到位大吉个这可能就鼻梁声这个大师独手大阵功夫，神仙的乱手，哪位所在到底乱的啊？我的一声现笑话，现在的乱枪啊，我笨，我在你保管真久啦，你这才乱回点间，我转身在你动我的功，又等身我在你踢落，搁在你乱落去嘛，又等转一百多笑啊！天后，又等是你的，不归原主，又等我看差不多渐渐要消化啦，又等啊消化，天后你就杀气大发啦！差不多了，哪里可以啊？就差不多的消化了。鬼神无眼滚滚，无邪法动的天后啊！啊，天来，红花倒花了！哈哈！啊啊！哈哈！这就是你天后，害人还不死，害你妒忌。这个的无限的灯，已经有咱的消化，消化你天后。起大发，鬼神看你做得家里好，摊上这个起大哩。若别人是啊，后边边看这个相机。妖神无厉害，
三腰都安尼硬碎饼，硬碎堆堆甲拖累，伊在饼里硬吃了你啦！靠背，伊也是咧起头哩，那你呼呼叫，嘿，伊阿哩当时咧破蘑菇疼到，你醒无？伊阿哩几下，嘿，伊那呼呼叫是阿来啦！三个妖都要收来呀！天哪！不要紧，鬼神无眼棍棍啊，我是万不灭掉。靠边啊！伊啊，天哪，是你起动啊？伊翻掉，那鬼神我的皮皮穿好，皮薄纱烧干的。白白路西坦车也行路路行得行得紧嘞，铁路啊，铁路腰肚里还卡碎你个呀！
实是神这个大鸡甲水牛甲都丢，连这个动音歌功夫叫伊还一声受天父的赏赐，真正无简单老神甲。当然有大杂骨定位嘛，好嘞！规身骨也滚滚，哈、啊！无事嘛足艰苦嘞。阿尼呢？面头一个苦菜，不食白马仙，冻坏了骨头，拄在大杂蒙天上的。现出一个大杂蒙吃过了九度的开天锅，所开出来功夫，有这个是独其不凡。我看不吃白马仙，嘛不是因大业无对象，你只有大业无看开，甲提到你就够难了。提到功夫多年，前后前日战了，当然我拄啊才决定为，我都好啦，我都好啦，哈哈哈哈。既然杀气无限，咱真正要求强。让你家己来熬过来笑，规身躯安尼皮皮脱，腰杆爱被消化。我家在这条腰杆我很疼咯，命啊无人我就鼻梁声，一日食咧到底好消化起来，我狂是安尼。铁路，我看一天是有好阳看啊，后壁面看嘛哩。
亲像小人哩，规身躯安尼哭哭叫，呼呼叫，在这所在当为了我大阎王的降达，天父，但阿多你唔知我大阎王来吃了九毒的开天菇，九毒的开天菇吃了后，我所换出来金光变成无穷无尽。而且我阁开出来，将我变成一种惊人的万毒之源。天父，我哩了解着我所吃的九毒开天菇，真会厉害！呀！在失败时，我一些无解红红，我是要把足干枯啦！你这个高奴才，天哪，你起笑啦！我刚才这天我吃过九毒的开天菇，也那无那冰霜时，我和你天哪打一个大赌死啦！看起来天哪，甲我这个上头拼甲规身躯流清汗，拼甲规身躯毛根坑拢流一路无来回，天哪！你先，你先翻过来。在派你当狗小人，天父，阿弥陀佛，在我吃过九毒开天菇，你随便走，不可能会走离开，这样对了。